中出晒名的恩爱夫妻陈豪和陈恩薇，每年都会放低三个小朋友二人世界去外地旅行。呢次他们就飞了去西班牙，顺便庆祝情人节。Amy 日前就 po 了部分在当地的相同大家分享，原来他们去了华伦西亚的地标，楼高大约50米的大教堂。两夫妇一起走了207级楼梯，期间 Amy 还突然幽闭恐惧症和惊恐症发作，但是好彩有老公陈豪在，最后都成功去到塔顶，一起欣赏靓景，受少少苦都是值得的。